这是他的音色，这是他的 tempo， 这是他的 beat。 我跟他关系太好，我觉得也不要去回避说我跟他什么陌生，或者我跟他确实很好，我们认识11年，他愿意来参加，我觉得我也很尊重他，我把我自己的本分做好。扎实啊，讲实话，我一直觉得你很危险，你在这里很危险，所以接下来你进来我队里，我要告诉你我担心的事情。我希望大家可以更认同你的作品，更接受你的作品。我知道怎么做，我相信你也知道怎么做，所以我们一起。他的弱点在于他的音乐太前卫，他并没有所谓的拉回到商业市场的角度，那他只要调整这个东西，把他以前10年前的作品很流行很 pop 的东西拿出来，事实上他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创作人。